家好，这里呢是我们的芦荟种植基地。这个芦荟呢是库拉索芦荟，是可以吃的。我们准备一个芦荟的新鲜大叶片，先把这个白头切掉，这个位置呢不能用，大火速特别多啊，来削掉两边的边刺，扒掉芦荟的外皮，很黏，辣丝儿，芦荟的精华。哇塞，晶莹透亮的啊！我们来尝尝味道。它也不苦，没有任何味道，像吃果冻一样，秋弹软糯，汁液特别多，特别解渴，它吃水果。